这次来就是想要告诉你，我跟俊成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俊成不会不要我的，他不会不要我的，你骗我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这么天真呢？你不会以为你肚子里怀的真的是俊成的孩子？你们早就离婚了。你骗我，你一定是在骗我！你还是照照镜子。我娶你不过就是为了那块地皮，难道你自己不照镜子吗？我的孩子。江青婉，你要再不起床的话，我就把你给君城的婚事给取消了。妈，现在是几几年？2016年呀。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？居然回到了5年前。妈，我不嫁叶俊成，我要自己相亲。既然可以重活一世，我一定要手刃仇人，让叶俊成和舒逸雪付出惨痛的代价。